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啊！啊！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哼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 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。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吗？或者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。 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她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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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危险，带她回京。
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路人人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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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师姐，你说这都找了一夜了，小师妹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师姐，小师妹莫非不是迷路，而是她……让你说，让你说，还说！我看你这个嘴啊，除了吃饭也没什么用。来，师姐帮你伺候她。喂，二师兄来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冉冉被哥哥送回家了。什么？哎，萧二，你可害死冉冉了！刚从虎口出来，就被你送进狼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？啊！住手！住手！月影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你做噩梦了？嗯，可怕的梦。没事。有哥哥们在呢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妹妹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在竹林遇到了两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互相大打出手。啊？那你受伤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两个，一个自称是左护法琳琅，另一个自称右护法日轩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一个两个是要死吗？妹妹都被吓成这样了还问？妹妹想不起来呢，咱们就不想了啊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回京城了。我昏睡了多久？两天两夜。你的毒已经解了。三年了，月亮花中已经快成熟了，你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九班灵芝的下落。这三年你把她照顾得很好，接下来就该由我来保护她了。你会害了她。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走吧。在月亮花种成熟之前，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不会让她受半点伤害。